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人们吃到了很多营养丰富的食物，可也出现了很多因生活水平好而出现的疾病。成年人出现的三高、肥胖以及心血管疾病，孩子早熟、肥胖的也在不断的出现。因此现代人更需要养生。金雀花，金雀花也叫做八雀花、金雀花、黄雀花、羊雀花、猪蹄花、斧头花、假日嘴花、羊雀花。金雀花的营养丰富，药用价值高，可以滋阴和血、健脾利肺。雪皮菜、毛豆，毛豆内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， 在豆类食品中位居首位，因此其营养价值也就相对而言比较高。其中大量的维生素 C 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美容。可以点击订阅关注哟，收藏后将有更精彩内容推送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